姐姐，你来了，我来拜师学艺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小雪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没事，让我看看你买了什么菜。我先把菜洗一下啊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无话可说，我的错，我冒进贪官，不小心弄砸了。我站住！你要去哪？何大哥，我已经没有脸在这公司了。那你去哪儿？都求你给我记住，咱们都是一路走过来的，公司能有今天，你也是功不可没的。有点困难你就要走，那是懦夫。咱们都是爷们儿，是兄弟，有什么困难都得一起扛。有点事儿就到辞职。李哥。算了算了，其实杜秋啊，到底也是为公司好。现在外边好多公司都做两个账本，当然了，我们不可能这么做。杜秋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你们俩打起来了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不是随便跟人打仗的主。李默如果不是想你打他，你根本进不了德胜。他到底怎么你了，一哥？我现在在想，他李默怎么知道我们谈判的事儿？你们谁说的？谁说的？他不可能知道啊，他也不认识风投那边的人呢。昨天杨一来过，不会是嫂子吧？他跟李默他也不对付。昨天下午，我从嫂子小区跑腿回来，我看见李默跟嫂子在一起，他们还有说有笑的。我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行行行，都给我闭嘴！以后谁也不提今天的事了，都翻篇了。以后账本，我也请专业的财务公司来做。我不是不相信小托和杜秋，我觉得术有专攻吧，咱们得分工明确。得有规矩。行了，剩下的事以后再说吧。都忙去了。大哥，那个办完事儿，小雪，你这汤闻着呀就比我炖的那香。熬汤啊，最重要还是讲究个火候，小火慢炖，不能急，要急了吧，出来就不好喝了。要不然说我这老师办的特别对呢，是吧？哎，一姐，你别放了，里面东西已经够多了。我不是想着料多点汤好喝吗？真的不用了，你赶紧放下，坐过来歇会儿。来帮我剥西红柿。啊，把我这切断了。阿姨，姐姐，你说熊蛋哥哥跟风投公司签了合同，他之后是不是越来越忙了？他高兴就行。他要是知道你这么为他下心思，他肯定会很开心的。敢不高兴？看我不打死他！
小雪，小兰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小雪家呢。怎么了？听你这口气不太开心啊。我过来找你。哦。完了，他过来了。这汤什么时候能好啊？马上，5分钟。5分钟来得及。你还能弄点什么？这样不完了。就泊这就行了。嗯。 人家刚开始学做饭，今天专门跑回来跟小雪学的，看起来就好吃啊！赶紧坐下吧，来来来，尝一下这黄瓜。我亲手拌的，你爱吃醋，所以我多放了点醋，嗯，试试，好不好吃？ 依依姐姐，你们先吃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小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们先吃。我这是怎么了？ 熊大哥和依依姐姐在一起，难道不是我最想看见的吗？庆祝一下啊！闪电熊的一小步，熊大人生的一大步。来，干一杯。我合同没签。啊？为什么？ 其实对于我来说，也不是什么大的打击。风投资本，本来就是把双刃剑嘛。我无非就是在踏踏实实的辛苦几年，积累点资本罢了。你最近跟李默见过面吗？嗯，什么意思啊？ 不是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，你这么问我肯定是有原因的。没事。没事，你怎么可能那么问呢？你是不是合约的事儿跟我有关系啊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李默会知道我们跟风投公司 谈判的时间和地点，他今天也出现了，所以说，这事儿是李默害的，也不完全是吧？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熊大，你刚问我有没有跟李默联系过，你是怀疑我吗？你怀疑是我放消息给李默的，对吗？ 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觉得我可能因为李默而出卖你吗？你冷静点。我怎么冷静啊？你就是这么想的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见过李默？我没有。 熊楠，你有病吧你？不对，是我有病。
我还想着给你炖汤，给你做饭，给你惊喜。在你看来，我就是这么一人，是吧？其实我没说你什么，这都是你自己说的。你没说，但你就这意思啊？好了，别的我不管了。我就是告诉你，以后离李默这个人远点。我根本就没离他近过。王景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叫没我什么事儿？你们别吵了。出去，出去。我让你们出去！哎，小雪，出去！小雪，你也出去！我这么努力在撮合你们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两个既然不信任，为什么要在一起？出去！哎，小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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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情况，还有病人本身的病情啊，我建议啊，最好还是做一次全身体检。不用检查了，我不想再听一次结果。急性髓细胞白血病，医生说了，平均寿命不会超过3。和小雪前次在其他医院做的检查基本一样。杨叔，没有什么方法能治好吗？哎呀，这个目前不好说，要看病人的体质，还有具体的治疗方案。如果方案得当的话，有可能能延缓几年，但是也不确定，也有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出现意外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如果不及时救治啊，一般寿命也就3个月，甚至更短。39.8，还是在发烧。小雪，咱们应该乐观一点儿。现在好多诊断其实都是误诊，咱们可以再看看。而且，依姐姐，可不可以不要告诉我家里？我不想生命里最后一点点的时间，还要躺在病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检查出来之后，我就把网店关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。但是不管活多久，生命只有一次，我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过，还有好多好多的愿望没有实现。小雪，相信我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而且不管你有什么愿望，
不管你想去哪儿，我跟熊丹都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可不可以换一次？我想让熊丹哥哥陪我到最后。也许一个月，也许两个礼拜，也许明天，也许明天我就死了。可是，只要熊大哥哥能陪在我身边，陪我走完最后的这一段时间，我就是开心的。家人和朋友因为工作忙碌渐渐地疏离了我，每天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冷冷清清的屋子里，和屋子说话，和空气聊天，再没有人出现过和我聊天，听我倾诉。直到有一天，熊蛋哥哥，你穿着快递服，满头的汗水，轻轻地敲响了我的房门，将我的快递送到我的屋子里。我很开心，很激动，因为真的很久没有人敲过我的房门，只有你，熊蛋哥哥。你帮我送快递，叫我骑自行车背我下楼，要知道那可是26层啊。你温柔的关心帮助我，你带我去梦寐以求想要去的学校操场去散步，你帮我出主意开网店，让我与人聊天，我真的很幸福，很开心。我知道小雪喜欢你，但她一直在撮合我们，希望我们俩在一起。我知道爱一个人的感觉，她要一直这么喜欢，她得有多痛。我回去完成他所有的心愿的。外公，僵了。回不回不，我没看见。外公，哎，不不，你都回好几步了，外公，你不能这么耍赖。没看见，没看见，回不回不。好吧，那再回一步。哎，依依回来了。今天下班早就来陪外公。啊，对了，听说熊蛋公司跟风投签约，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这些事儿都做完。什么时候啊？
李哥，你有你的打算，兄弟们都理解。你看，咱们在一块儿打拼这么长时间，你这么突然说你要走，我们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知道有点对不住大家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。杜秋，你准备一下材料吧。我这一走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。如果长的话，可能得一两年了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公司交给你管理，变更法人为你吧。我相信你能把公司管理得更好。熊大哥，我熊大，谁来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谁让你来的？哎，行了。来了，大哥出去，大哥出去。啊，在啊，小磊来了，来来，走走，喝点水，喝点。行了行了，喝点水。坐。小伟，你不应该说点什么吗？这你也知道了。看来你打听我的事儿还是够及时的。你要走多久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是当有一天我知道杨依依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时候，我特别想你滚得远远的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可是现在你就决定走了，用这种方式吗？因为要照顾别的女人，伤害杨依依，这样他有多难过？那我能怎么办？面对小雪这样的一个女孩的要求，我能拒绝她吗？我管不了这些。全世界的人加在一起，绑在一起，都没有杨依依重要。如果我是她男朋友，我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的，我不会因为任何人、任何事情离开她。现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陪着别的女人，这算什么？没用是吗？还是要走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你离开这个城市，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打垮你的公司。我让这个城市里面不会再有闪电熊这三个字，信不信？你不是已经在这么做了吗？你会后悔。小姐，我高烧已经退了，只有一点低烧，今天可以出院吗？那得看医生了。你好，我想查一个病人的病房。小雪，李默哥哥，我想出院，可是医生不让。你现在是个病人，病还没有好，当然要听医生的话。你来找我，应该不只是来看我的吧？是因为依依姐姐吗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坏？赶快回去休息吧。
小雪，有些地方是值得去的，但有些地方其实没有宣传的那么好。比如说你想去的地方，我帮你打一个记号，然后评一个分，接着按照远近的顺序排列一下，最后帮你规划一条线路，怎么样？谢谢你，李默哥哥。没关系，别跟我客气了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吗？你说。熊蛋哥哥带我出去旅游的这段时间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追求依依姐姐？如果我能追到依依，那也就代表她不属于你熊蛋哥。就好好玩啊！我还等着你回来给我做饭吃呢。行了，赶紧上车吧。嗯，来，玩得开心点啊！好好陪小雪玩吧，不用担心我。照顾好外公，也照顾好自己。天天都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但我跟你说啊，这一个人呢，他要是自己不想从这坑里出来，谁拽都没有用。郭仔，把点喝的给我。好。哎，不是你第一天跟我呀？我喝这个吗？不是，哎，不就一个姑娘把你甩了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赶紧出去。不行，喝这个，少喝点啊。我乐意。哎，小姐，哎，你好，小姐，昨天一晚上把我们人累得够呛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你也知道，我们团队人不多，如果你一晚上送了十个人，我们就忙不过来。你说万一他们喝多了，连住哪都不知道，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？行了啊。就这样吧，就十个，多了呢，我给你多算钱。杜老板可以吧？哎，别，您别喊我杜老板，我就是暂时代理法人。等熊蛋哥回来，我还是乖乖做的网管。哎呦，仗义啊！那必须的。来吧，合同签。行，我代表我的公司，非常感谢柴火姐的。找你呢，也算是帮我们清理了麻烦了。来，一人一份吧。行，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，你急什么呀？
朋友在我这儿呢。朋友？孙玉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全知道了。这孙月呢，什么都跟我说。不是，我也生气啊。那风投也是我朋友跟投资方，这孙月啪啪打脸，等于是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他可怜劲儿，你说我是打他呀，还是骂他呀？他可怜吗？那。看看，这一个星期了，钱没赚几个，全砸酒瓶子里了。你还收到钱啊？我开门做生意，我怎么就不能收到钱了？你自己好好跟他聊聊吧。嗯，嗯啊！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，别碰我啊！嗯，嗯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来找我报仇是不是？我搅和了你们这风头的大机会，你一定很恨我吧？你打我吧，你打我，你打我这儿。嗯。哎呀，我都让你打我，打打打！行了，别闹了！你干什么？你别闹了！我为什么要打你啊？你这样不是很开心吗？你生气就行了，我无所谓。什么？受什么力？你说什么？啊？你摸比招叔强是吧？人又有钱又潇洒，性格又好，你这一箭双雕啊！啊，让你让依依失去了真爱，你再把人变来给抢走，让依什么都没有了，你高兴了是吗？是吗？你放屁！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有病！啊！你是不是有病？自己，啊，人不人鬼不鬼，你想这样吗？你做他自己就算了，你做他朋友，值吗？值得吗？杜秋，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？你为什么不爽我跟李默走得那么近啊？就是因为李默把你赶出来了，熊蛋呢？你为什么跟着熊蛋做事呢？你不就是想野心勃勃的当老板吗？现在好了，熊蛋走了，你高兴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没有资格说我，因为我和李博在帮你。看，你要是去世美，帮你于倩阿姨怎么样？啊，不去世美也没事儿。啊，这样啊，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在外企工作，现在正招人呢，人事部、行政部、总务处。总务处是不是很辛苦啊？他们还有销售部，都行。销售部也不行，销售部不也是风吹日晒的外边跑吗？不行不行啊。那我再问问其他岗位吧。再问。嗯，别操心了，我只想跳舞。想跳舞？那这样吧，
我有个老同学啊，他在市文化馆工作，我让他给你安排一个相对比较清闲的职务，他们那有三闲五金，都很全的，很有保障。那这样呢，你空余的时间就可以跟朋友们一块去跳跳舞玩嘛。我没朋友，我的梦想只有舞台，哪儿我都不想去。依依，女孩子别这么要强，别太倔了。啊，其实啊也不急不急啊，这工作的事儿啊就是从长计议。我看这样，依依，你回去啊跟你妈妈还有你舅舅也商量一下，不着急啊。来吃饭吃饭。也不知道小雪跟熊蛋走哪儿了哈。这个不错，吃吃吃。熊丹给我发过照片，真的。哎呦，这都到熊丹老家了吧？这丫头气色看着还真不错。嗯，哎，其实这熊丹也是一片苦心，这次出去啊，我看啊，这一是想帮小雪圆了这个什么遗愿清单，第二呢，是不是也想帮她找找治病的方子？就想让熊叔叔看看那边有没有合适的中医。哎呀，小雪这孩子这病啊，西医上面来说对她帮助不太大了。不过这民间偏方不好说。嗯，也确实是不太好说。就是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生死攸关，谁都想万一发生了奇迹呢，是吧？肯定有万一啊！来来，吃饭吃饭。哎，依依。熊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那他们也不能总这么在外边待着吧？已经失联25个小时了。我知道你们村里信号不好，我真是很想你。你吃饭了吗？我查了西安周边的天气预报，今天是18到35度，晚上有点凉。你出门的话，记得穿个外套。还有，明天你们那边傍晚好像有暴雨，你记得不要在那个时间出门了。我现在好羡慕小雪啊，她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。我是不是太狭隘了？小雪比我更需要你，你好好陪她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才走了5天，我怎么感觉走了那么多年呢？好不习惯啊，熊蛋，我心里好难过。我有点嫉妒小雪，虽然我知道那样是不对的，但我真的很难过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